趣的中秋传说。市场的走势呢就比较摇摆一些啊，但摇摆的过程呢是不影响它重心上移，我觉得这一圈算是达到了一个效率比较高啊这么一个状况。那从目前市场的这个表现上面来讲，大的我觉得大的呢是没有完全明朗的，比如说中美的贸易问题的解决，那么还有在呢后续啊这个双方的进一步谈判啊，还需要呢有一些过程，大家要有点等待。第二一个呢，这个从这个美国啊，这个对伊朗啊这个退出呢这个核协议来讲的话呢，可能后续呢也有些变化呢，有进一步的一演变。所以我觉得 A 股呢也不宜啊在这个阶段走的呢比较激进，所以就地的一个整固呢，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选择，就是进可攻退可守。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凌云先生的精彩点评。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证券大本营节目，稍后走进今天的资讯简报。这是 Link。这儿的 Octa OK USB
Okay.